当年的老墙是吧？是吧？啊，那个是底墙，外头砖墙不都拆了吗？啊，对，外边是大砖墙，砖墙外边是大石条。这是这个，这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康熙、顺治，都是这个五爪龙。这个十四王呢，就是这个，他就是那这个，皇帝大爷，应该他，对对对，应该他这个，他继位，应该他承继位。这个，因为他这个碑呢是四面都雕龙，他那个碑啊，跟别的碑不一样，碑大点呢。你看这面侧面，一般侧面都没有什么雕刻了。别的碑，除非这个碑，别的碑这个任何一面都没有，是就是只要这个这顶头是雕了，剩下一个就只顶头是吧？是这个碑头，碑头是吧？这个就是四面全雕刻了，全是雕刻的，这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是吧？这那个没说这个清王朝王爷陵来说，这是一个最精细的，也是等级最高的。这后边都是公门，后边是公门来着，三道门。公门来着。当地都说呀。公门也都拆了。还有这个拍到外幕和了外墙了。现在都是看着呀，迎面啊这是护陵，可是呢也没有什么代价，也不给报酬，我们都是这儿住户，现在都是住老百姓，原来我们都在这儿住，我们这儿住三四代了，都在这儿住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其实不管事儿，一个80多岁老爷子看啥呀？看不住那个赵灵妃，赵灵妃该咋倒咋倒，管不了。这是洗个面这看着，平时看灵的，原来都有枪。有枪这时候保护着，赵灵妃来了打，不是那事了。这有啥看啥呀？看个砖头子，石头也给弄走了。这个没用的石头，没有龙的石头，没弄，可能还都卖钱去了。有龙的石头又有人买，应该保护啊。就是蓟县大佛寺的。那个负责人来了，说这个叫有人弄这石碑来，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啊。说弄石碑才弄不动，弄不了。他也没有啥别的什么想法啊，这个怎么保护啊，这个也保护不了，但是也。没那个能耐，没那能力，人家道灵啊，也没法，也瞅着人家道，咱瞅着，也管不了，还是心疼，可是心里这个恨着他们这个道灵的，恨着个偷石头的，恨着他管啥呢？这个陵那个建地下建筑啊比较豪华，你看当时那时候是这个
备战备荒是为人民，是深挖洞广积粮嘛，就是这个搞防空拉警报，这个家家都得挖防空洞，这个集体呢，那时候属于生产队，当时挖呀，就是这个，那是记工分，大概挖有20多天吧，这就给打通了。打通了，当时以后，这是谁也不敢进去，那地下很。这么多年没见过太阳，都是胆小的，就一看见到石门了，你看不见石门是往这挖着挺有劲，一见石门了都害怕了。他这样呢，就是找几个胆大的，说那个，中午给你们是加点工分，就拿着手电，就拿提灯的人都胆大的，都先爬进一个，爬进以后，这陆续都进去四个，一看那个。三口棺材吧，大棺材，当时都挺惊喜的。他说这是那棺材呀，那是还是挺油亮的呢。用那个斧头，是完了劈斧，把这棺材这个劈开了，又不搭不动啊，弄不出来呀。这后来这是。大队盖了一个学校，盖2层房，大的窗门那板子，这个老百姓你看，那时候木材缺呀，谁也没要那个那棺木那木头，只能是集体。学校盖了两层学校，2层房，大的窗门，保持到现在了。那篮球板，这个乒乓球案子。这大队，这个一队呢，盖了一个大设纸，整个窗户门门框，这个办公桌，全是这个大棺材板，包括那个大土炕嘛，那炕沿全是这三口棺材，没有这个保存下来，这是一个最大损失啊。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，是吧？真正的说这个，古文物是吧？这是古文化，这个就说这个现在这个老百姓都意识到了，对这个都比较重视认识了，是吧？但认识已经晚了。我希望是最起码的呀，应该把这点碑，应该把它护起来、盖起来。是吧？也是几百年的历史了，这咱们这看着风吹，这露宿的是吧？是咱感到特别特别的可惜。这个石头啊，就是啊，14方啊，这个轮体的，轮式的。14方准式的，他这个可能是地宫的门雕刻的那个小瓦罗，这个有那个这个旋门是吧？雕刻的相当清楚。这照片是我2004年是那小照相机照的，现在呀，还保存一块石头，剩下那几块石头啊。这用说让文物贩子给买走了，我心里都感到疼。哎呦，我这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！你们都这样随随便便的当儿戏似的都给毁坏了，我说你真是作孽呀，作孽！现在呢，把咱老几位就是找一下吧。这个现在这个陵寝呢，是包括这个碑楼什么的，只是破坏的是，简单说吧，就是很不像样，是吧？咱们瞅着挺揪心的。如何保护，是吧？咱们大伙儿谈的那个，有啥这个建议？
我说明天咱们弄点水泥把这个再砌砌，再弄点石头啊，还有这个头的这个在里面，你这个住的跟前儿你得盯下点。我给那个报警上我那儿，我给你这你得找个话找个部门，我们不管你要不干了。他也是懒您来嘛，下大雨了，黑天半夜的，你你讲话要再再下一次。那要真的这是啊，后来我这给那俩，我这直接上手，你就拿那小叉车，一那个小米车似的，也有俩棍儿一推一悠，就推走了。我干活我就打电话，办法也都不赖，这是。